霍震霆跟朱玲玲离婚十几年，为何至今没再娶？原来是挚爱已去世。朱玲玲是霍启刚的母亲，也是郭晶晶的婆婆。不过让人想不到的就是，当年两个人是因为霍震霆的问题而离婚。可是离婚十七年之后，霍震霆一直单身，朱玲玲却再嫁入百亿富豪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霍震霆一生真正的挚爱何超英了。何超英嫁给萧百成之后，霍震霆一度也是非常伤心，很多年都没有女朋友。2014年，何超英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，当时才67岁而已。何超英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风华绝代，而且在商界也颇有成就，还擅长国画等等，可惜最后的下场让人觉得非常可惜。何超英的葬礼当时非常冷清，只有霍震霆一个人去给他送行了。